婚龄时间，托罗家庭拉法米多洛，他的创作者是法国著名的肖像画家雅各·艾米尔·布兰奇 Jacques-Emile Blanche， 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和艺术评论家。这幅画创作于1895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的奥赛博物馆。除此之外呢，他的代表作还有肖像画《布鲁斯特》也被奥赛博物馆收藏，肖像画《比亚兹莱》被英国国家肖像画廊收藏。我们来欣赏这幅画啊，我会发现呢，它的画风具有托马斯·根斯伯罗、马奈、萨金特的风格。与同时期其他的画家相比呢，他的肖像画是有鲜明的个人特色的。婚龄时间，法国巴黎。